Hello， 大家好啊！咁啊，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啦！咁啊，嗱，曼联咧而家暂时就翻翻去一周一赛啦，咁啊，所以我轻松啲嘅，咁啊，大家睇波咧都唔会话太过攰啊！咁啊，欧洲赛咧其实就已经开始翻噶啦，咁啊，但系同我哋就冇乜关系啦，咁啊，但系就其他嘅英超球队仲有六队嘅球队咧系继续争夺紧嘅，咁啊，嗱，本身八应该咧系有八队嘅，咁啊，我哋同纽卡素出咗局啦，咁但系六队咧其实都唔少系嘛，咁啊，欧霸欧协咧其实就仲系打紧附加賽啦，咁但係咧英超就冇球隊參與噶啦，因為正常就應該咧係歐聯跌落去啲球隊同埋即係歐霸嘅次名先會要打啫，咁但係英超嗰啲球隊咧好似全部都係首名出線，咁同埋歐聯嗰幾隊一係就出線，一係咧就係第四名出局啊，咁所以佢哋就未打啊，咁啊利物浦啊、韋斯咸啊、維拉啊、白禮頓啊都係比較係暫時得閒啲嘅，咁啊維拉打歐協啦，其他個三隊打歐霸嗱，咁咧就其實對曼聯都有啲利㗎，因為本身預計我哋第五名的機會就不大，但是近幾輪一路打落嚟連勝咧，其實仲有機會爭第五嘅。咁啊，而家睇翻個今年的歐洲賽積分咧，其實英超仲排緊喺前兩名嘅。嗱，前兩名咧，下年嘅第五名，即今年嘅第五名咧，就將會喺下年會有歐聯嘅席位嘅。咁啊，所以咧，我哋反而係要祝佢哋咧長打長有，或者呢六隊波最好你哋就一齊打入去四強又好，係嘛決賽又好，贏唔贏冠軍咧，同我哋就冇乜關係嘅。咁但係咧，佢哋贏又好，唔贏又好啦，最尾一路打落去一周雙賽，大部分啱啱講嘅球隊咧，其實都喺我哋嘅周圍嘅，係咪？即係除咗利物浦、阿仙奴同埋曼城之外咧，其他嗰幾隊都同我哋係即係競爭對手噶啦。咁所以對我哋會有好處，亦都對我哋下年有機會，即係如果打到第五名咧，可能會有歐聯踢嘅，係嘛？咁啊，會救翻曼聯一命都唔出奇。咁所以真係祝佢哋好運啊！即係呢個係真心祝嘅。咁啊，睇睇個英超嘅積分榜啦，即係好輕輕睇一睇嘅啫。其實而家咧好微妙啊，即係因為上條片嘅時候，車路士未踢，唔知佢哋會唔會上翻嚟啦。咁啊，而家踢完佢哋贏咗波咧，就上翻第十名噶啦。咁啊，呢十隊波咧其實都好合理，即係我覺得呢十隊就係英超今年個實力最好嗰十隊波啦。咁啊，邊一隊前邊隊後咧就未必咁容易計。咁但係呢十隊其實咧係好合理嘅，應該喺前半版係咪？咁啊，但係睇翻個積分咧，嗱頭三隊我諗而家熱刺同維拉咧爭冠都應該好問㗎啦，即係佢哋又未算話個爭冠組，咁但係佢又高過我哋五分，即係高過其他球隊嘅成十分係嘛？咁所以佢哋嗰個組別咧，似乎就係即係爭第四啦。咁我哋咧，又未至於要跌落第七八九十喎，因為我哋而家又明顯咧高下面嗰班球隊咧係五分六分七分係嘛，咁啊個距離其實我哋好似夾咗喺中間咧，好似夾心階層咁嘅，即係又唔係有錢又唔係窮係嘛，咁啊兩邊都有距離。暫時未知道曼聯咧，我哋究竟係會跌落去啊，定係會上去係嘛？咁啊就好睇，其實未來呢兩周噶啦，因為我相信上下嘅球隊咧都一定會失分嘅，即係呢睇翻人哋嘅賽程其實唔容易踢，反而我哋嘅賽程咧就係幾好踢噶，咁啊所以如果我哋贏到，咁其實我哋有力向前爭嘅，如果輸咗咧，之後我哋就跌落地獄賽程入面咁就係㗎啦，咁所以咧，其實贏同輸呢兩周好可能就會決定到呢一季嘅定位，甚至係下年嘅定位啊。嗱咁啊，首先下場打盧頓，嗱盧頓唔係一隊強隊啦，咁但係當然即係最近其實都實力都唔錯。再嚟主場迎戰富咸，都唔係難對付嘅球隊嚟嘅，即係呢兩隊波咧，你只要穩打穩扎咧，其實係真係有機會可以攞到三分，咁所以就即管睇下我哋最尾會點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先討論下曼聯高層嘅情況，即係我唔想拖太長呢條片，我哋係簡單啲講啦。咁啊，跟住就會分析呢個盧頓嘅，即係集中就會講曼聯高層嘅情況，同埋跟住又會少少去分析下盧頓咁啦。咁啊嗱，先講曼聯足球總監嗰單。嘢先嗱，即係其實呢兩日不斷都係有網友咧 inbox 我問我係點樣睇啦，係嘛咁啊，或者係咪真啊嗱咁啊，其實而家消息就好清晰噶啦 ，Ineos 咧係一定係決定咗點樣做，就係由上到下咁換噶啦，先換最高級嘅 CEO 啦，係嘛咁啊，跟住咧你就可以令到下邊嘅請人咧容易啲游說係嘛，即係你因為你買咗啊唔係買咗請咗個 CEO， 咁你再請佢下屬嘅時候咧。佢知道邊個係佢嘅上司先啦，係嘛？咁所以你好容易傾啲個藍圖會清晰好多，係嘛？亦都可以令佢係咪即係唔中意嘅或者中意嘅係嘛？即係合作同邊啲人嘅，佢哋會知道究竟發生咩事，冇咁多不確定性啊！咁啊，所以以為請完阿歐馬呢個新嘅 CEO 之後咧，
以為很快會搞到足球總監回來，但是其實你到現在呢不覺其實已經一個月了，就是一個月的時間呢，我自己本身覺得一兩個星期已經可以搞到個新的人選，但是到現在都未有。咁點解呢？其實我自己覺得就是你見到啲消息都有，就係話譬如 Mitchell 啦、Paul Mitchell 啦嗰啲啊，或者係 Edwards 啊嗰幾個咧，似乎對曼聯嘅 offer 咧就冇乜興趣嘅，即係或者可能而家傳緊呢一位嘅總監咧，並不是曼聯嘅首選都唔出奇啊！即係因為有其他嘅人選係拒絕咗，咁啊可能佢唔想係 under Berada 啦，係嘛？或者係唔想再做呢個位啦，亦都唔出奇嘅，係嘛？咁啊，唔係話個個都一定要嚟，係嘛？即係呢個世界其實好多嘅好嘅職位，好多好嘅機會，係嘛？曼聯並不是話真係唯一嘅選擇嚟嘅。咁啊，而家嘅目標就係人都知 Dan Ashworth 係嘛？即係呢個就係我哋而家眼前嘅第一目標啦。咁啊，佢咧其實前幾日咧，突然間係大量嘅媒體同時報導曼聯係接觸緊佢嘅，嗱呢個人選其實不嬲兩三個月前咧已經傳緊嘅啦，之前亦都同大家講過，喺幾年前我哋請呢個技術總監嘅時候，即係喺阿費查未揾費查之前咧，其實揾過佢啊，咁但係佢就拒絕咗曼聯啦，因為當年要佢 work under 呢個 Murtoff 咧，其實就我都唔會肯啦，係咪？即係因為佢知道 Murtoff 並不是一個值得佢去輔助嘅人嚟啦，係咪？即係 work under 佢其實係侮辱咁滯噶啦，係咪？咁啊，而家請佢就高好多啦，咪由 technical director 跟住可能飛過埋 football director， 甚至俾個更加好嘅職銜佢叫 sporting director 係嘛？咁啊，呢一個嘅邀請佢有呢個嘅好感咧，其實就好合理嘅。咁啊，嚟到今日啦，係咪？即係之前仲係媒體嘅傳聞又好，報道又好啦，今日咧，其實連紐卡素嘅呢個領隊都已經回應埋㗎啦，即係佢肯定俾記者問啦，咁佢就已經講得好清楚啦，呢單嘢係真嘅，即係佢係希望快啲解決，係 Ida 佢走又好或者留低又好，佢都想快啲，因為佢個角色咧，你諗下佢而家係想揾人嚟買㗎嘛，咁佢正常就同緊足球總監傾啦，咁但如果你要離職咧，咁我傾完都冇用係嘛，即係而家有好多嘢就係足球世界入面 FFP 又好，或者競爭又好，咩都大噶啦。其實係要快嘅。二月呢啲時候咧，已經係要即係 shortlist 咗好多嘅人出嚟，係嘛？咁你走咧，其實 Eddie Howe 係真係會係好彷徨，係咪？甚至可能佢自己嘅職位能唔能夠維持咧？因為當年係呢個 Ashworth 咧係請阿 Howe 翻嚟嘅，係嘛？咁下任嘅足球總監會唔會想換教練咧？咁所以就你可以想像到而家紐卡素上上下下咧，是很擔心的，其實球員都會係嘛，即係呢個時候係佢哋就係最大的受害者嚟㗎啦。咁啊嗱，呢次曼聯咁樣再次喺個競爭對手去搶人咧，我自己覺得係比搶曼城嘅歐馬係更加大的爭議嘅，即係因為咧而家呢個 timing 已經係更加接近咗夏天轉會係嘛，即係你一個月前嘅時候，你諗下就可能歐馬你一月宣布嘅，咁十一二月就同曼城講噶啦，係嘛？咁對佢哋夏天其實冇咩大影響啦，有半年嘅時間俾佢搞，係嘛？有半年嘅時間俾佢處理或者揾下一任。但係而家真係得翻三個月嘅啫，係嘛？五月就完季噶啦，咁有啲簽約可能會三四月就做。你而家搞佢，再跟加埋咧，就係呢個 Ashworth 咧，其實喺紐卡素咧，只不過係上任咗兩年嘅啫，其實係一個即係新嘅班底嚟嘅，即係可能啱啱先埋班冇幾耐。是揼穩齊係嘛？即係你諗下，要砌嘅啲人，你上任咗足球總監，佢請咗好多人啦，啱啱好幫你請曬啦，跟曬你啲要求啊，係嘛？請咗新教練啦，揾咗你想要嘅人啦，你同佢講佢想走係嘛？即係你可以想像紐卡素嘅 CEO 或者佢嘅老闆，佢老闆係油王嚟㗎嚇，即係油王會點樣諗咧？佢梗係拍台啦，係咪？即係一定好嬲嘅，即係你要同佢傾咧。是相當之難，因為你話賠錢俾佢又好，乜都好啦。油王最多係咩？最多就係錢，係嘛？紐卡素點解而家買人買得咁慘？係因為 FFP， 唔係因為佢冇錢，佢大把錢。你賠二千、三千萬磅，對佢嚟講算得啲咩？係咪？即根本咧，你係好難會說服到佢放呢個人俾你嘅。即係理論上太大利益衝突，係咪？即係俾我係紐卡素嘅老闆咧，我都即係就算我而家肯定佢會走啦，係咪？即係留唔住啦，佢個心都唔喺度啦，係咪？就算你而家唔去曼聯都好啦，
我諗佢哋都會想炒咗 Ashworth 噶啦，因為即係有離心喺度，一次不忠百試不用啦，係嘛？你就算今次唔去曼聯，你話唉我留翻低啦，點知你一年後會唔會又去第二度咧？係咪？即係呢個人咧，對紐卡素嚟講就留唔到噶啦。咁但係佢唔可以咁順攤俾你去曼聯嘅，因為即係一嚟即係打亂紐卡素嘅計劃啦。因為曼聯係競爭對手，你中意嘅球員係嘛？曼聯是有能力去全部買曬去的，係嘛？咁即係話紐卡素今年的夏天咧，想要邊個，基本上都會遇到一個很強大的競爭，係嘛？再加埋咗好多嘅機密，甚至佢可能會繼續挖掘紐卡素的一啲嘅下屬，係嘛？你咁樣挖落去，紐卡素夏天點樣做人呢，係嘛？即係成班人都係唔知係幾時走啊，或者嘅直情可能走曬嘅，係咪？成個轉會部門冇曬人嘅，咁所以咧。一定是會留難曼聯的啦，嗱，即係而家傳就話合約咧有個12個月的 gardening leave， 即係呢個 gardening leave 咧喺即係英國都係好 common 嘅，即係特別就係一啲比較高的職位咧就一定會有的啦，因為咧係唔可以俾你咁樣過去係嘛，即係唔係足球世界都好啦，係一啲 I bank 又好啦，或者大型嘅公司咧，其實都係會阻止你去加入一個競爭嘅對手。如果你加入另一間公司係同舊嘅公司係冇利益衝突嘅話咧。多數就不會搞你的，即甚至其實在香港我以前即做中醫的時候，我打工的時候都有寫明合約呢，是你不可以在他的診所附近開一間診所，或者加盟他那個診所附近的其他的競爭對手的診所，是吧？這些都很合理，所以沒得動的，即如果合約條款他有呢，那你一是呢就畫花面跟他說賠償賠足給他，是吧？現在呢就說要求他賠償1000萬磅，但是這1000萬磅呢，我自己認為並不代表賠完之後就等於可以不用這個 gardening leave， 是應該都是要繼續 serve 的，即除非他條合約條款寫得很差，即是給了錢呢就可以什麼條款都不理了，理論上不是的，即是給了錢只是解了那份合約，然後就要 serve 那個的即是過冷河的時期。那啊，如果你真的想連這條條款都不要呢，你就要跟他傾啦，即係冇道理會放棄俾你咁順攤，係咪？即係你見到曼城而家阿 Omar Berada 咧，其實都係即係 serve 緊呢個咁嘅條款，但可能冇咁長咁解，係嘛？如果你要去咁樣做，即係要放棄咧，你一係就加大量嘅錢，係咪？加到一個錢咧係天文數字，係咪？即係真係好大個好大嚿錢啦。咁紐卡素覺得。拎咗呢嚿錢會削弱到曼聯，然後幫到自己的 FFP 咧，咁可能佢會考慮，係嘛？但如果唔係嘅話，根本冇可能嘅。但係你話曼聯而家有冇能力做到咧？係嘛？即係我哋個 FFP 咧都係咁大鑊嘅啫喎，係嘛？即係我哋而家買人都冇乜錢嘅啦，炒教練又冇錢嘅啦，係嘛？即係之前都講得好清楚啦，甚至你而家炒緊好多嘅醫生啊，或者中下層的人啊，中上層的人，每一個其實都是在花錢的，你這樣一嚿大錢2000萬、3000萬花下去，我們其實夏天就沒有錢買人了，那值不值得呢？你請了一個負責買人的人，但是請了過來，其實買了過來，我們都沒有錢買人的，其實這個有少少我覺得呢是得不償失的，即我自己就不建議是強硬到這樣去搶人的，因為你搞壞了關係其實是沒什麼好結果，因為即英超球會你說是競爭對手都好，其實某程度上他們都不是真的那麼硬的，即關係除了你說跟死敵球會，甚至即曼聯球會和利物浦球會之間呢，他們都不是真的敵人的，即有些時候他們都要合作，開會又要大家針，很多事都要決定的，是未必老闆和老闆之間未必真的那麼劍拔弩張，但是你一搞成這樣呢，你想想其實其他球會都會對你不滿的，或者紐卡素有他們的朋友的，曼聯就會成為一個眾矢之的，或者你在這個圈子裡面搞到這樣的形象，以後所有你想在其他英超球隊搶人、刮人、買球員什麼都好，是會受到阻撓的，即我自己真的覺得不應該搞到這麼僵，即是一是呢你就選第二個，即如果你說紐卡素強烈反對，即是很拍曬台的，算不要搞他，一是你就正規地等這12個月的 leave， 如果你真的正規地 serve 這個 leave， 其實紐卡素就沒有好怪你的，是不是？這件事就是跟合約做事，他要怪就怪他的員工，或者怪他自己留不下他的員工，是不是？他都有能力可以加他人工又好，或者怎樣都好，他留下他，是不是？跟合約做就沒有那麼大問題的，儘管看看
我哋會點樣做啦，咁啊即係個高層係嘛。嗱，咁啊呢個 Dan Ashworth 其實之前都同大家介紹過，佢係先喺白禮頓做過咯，跟住2022年去轉投紐卡素啦。其實有一次噶啦，2019年中去白禮頓，2022年初去紐卡素，都係兩年左右嘅啫，兩年幾嘅啫。即係話呢個人咧，其實係幾中意轉工嘅嗱。堅尼咧，其實公開講咧，佢就覺得係有需要去考慮一下個忠誠度啦。我自己認為咧。是有啲道理嘅，就因為咧，你今日可以由紐卡素轉嚟曼聯，上次佢試過白禮頓轉紐卡素啦，係咪一級一級啦？你一年後、兩年後，你難保佢會受到其他球隊嘅利誘咧，又再次上演同一個戲碼嘅喎，係咪？即係其實你一般嘅員工都係啦，你唔希望請一個人咧係太過jumpy嘅，即係經常換工係嘛？見呢個高啲又請，唔係唔好，即係佢可能好有能力嘅。我見有些網友就係話嗱，咁阿 Fletcher、阿費查、阿 Murtoff 嗰啲夠忠誠啦，係嘛？就是、忠誠得嚟垃圾啊冇用啦，係嘛？即係呢個大家都好明白係咩一回事。咁但係呢個嘢呢一個説話其實唔係話衝突㗎，係嘛？即係唔代表冇忠誠，但係有能力就 OK 嘅，係嘛？即係兩樣都唔係好 OK 嘅，或者你諗下、如果同一個位體育總監皇馬嚟揾佢，佢會唔會走咧？可能佢會走。但是未必一定是皇馬，即可能是一對二次咁樣，係咪？即或者係甚至係再低少少中下游嘅，係咪？即係愛華頓或者其他嘅球隊乜嘢都好，係嘛？俾個 CEO 佢會唔會走呢？有可能嘅喎，係咁其實到時我哋又要再嚟一次，就變咗我哋嘅受害，係咪？即其實曼聯而家係需要一個穩定性喺度，再一兩年後再換人，其實。會只會搞到我哋係立立亂嘅啫，係咪？你能唔能夠保證到唔會發生咧？係咪？能力上我真係唔懷疑噶啦，因為之前講過啦，喺紐卡素好多嘅簽約，譬如 Anthony Gordon 啊，係咪 Isa 啊嗰啲，唔係話真係非常之出色、驚為天人，但係係合理嘅，係咪？即係曼聯，我覺得自己而家話你要揾一堆名不見經傳嘅一千幾百萬，然後變球王，我諗唔係咁容易做到，係咪？即係你揾到啲合理嘅人翻嚟。簽約，然後個年薪不太貴其實已經夠噶啦。咪白禮頓亦都有啦，咪即係揾到轉賣出去的卡斯道啊，咪賺大錢嘅其實都有啊。所以咧，呢個係一個好，我相信能力是夠的一個人，但是個問題就啱啱所講啊嘛，個忠誠度或者個難度會唔會得罪其他球會？即係我覺得呢個係要靜觀其變，不需要話太過跟車太貼，話一定就是佢啦，係嘛？我自己覺得。以 Ineos 呢間公司嚟講咧，佢哋個經驗其實一定係足夠嘅。即係如果有啲嘢唔可以做嘅，或者會得罪人太多咧，佢哋應該都會避免。咁即管睇下啦，係嘛？即係我個人認為，可能最尾咧就會即係同紐卡素傾好啦 ，serve 嗰個時期要 serve 就 serve 係嘛？即係要佢過冷河就過冷河係嘛？頂盡咧就傾短啲嘅啫。你話要直接唔過就即刻過嚟喺呢個夏天幫手咧？我係紐卡素係死都唔會肯嘅，即係呢個面子問題又好，實際問題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傷害啦。咁啊，而家仲有傳緊另一個目標嘅就叫 Jason Wilcox， 咁啊呢一位咧就唔係傳佢話會做體育總監，即係唔係一個替代嘅人選嚟，係一個我相信會成為呢、這個即係、就是、Dan Ashworth 下面嘅一個下屬，即係可能係佢嘅左右手。嗱呢一位仁兄 Jason 咧。就上年先去紐卡修咸頓嘅啫，嗱佢就變咗修咸頓嘅足球總監，嗱 director of football 嘅，咁啊上年咁當今年其實都係非常 jumpy 啦，係嘛？咁啊佢嘅 background 係咩咧？就前任嘅曼城嘅青訓總監 director of youth， 咁啊你好睇得到嘅，即係呢一個嘅簽約咧就一定係 CEO Omar 嘅主意啦，或者因為佢喺曼城咧。就同佢共事過，咁唔係直接喺曼城掘人咧，應該就冇違反佢同曼城之間嘅協議嘅，即係我相信曼城都有啲協議就同佢講，你唔可以喺我哋嗰度直接掘人，係嘛？咁呢一個就慘曬啦，啱啱走咗唔係曼城嘅人，係嘛？對佢嚟講就係一個最佳嘅選擇，係嘛？咁啊，亦都踢過英超啦，以前攞英超冠軍嘅，即係喺暴力般流浪喺佢哋攞冠軍嗰年咧，佢係其中一個主力嚟嘅。咁所以其實 background 係相當之好啊，咪即係佢又合作過同 CEO， 亦都係曼城呢個成功嘅體系出身嘅。咁啊，帶咗好多人啦，咪即係青訓嘅主管咁 ，Foden 啊、Palmer 啊、Sancho 啊呢啲嘅發展提拔，其實一定。
都係同佢有關嘅，咁所以就佢對於呢啲嘅青年球員嘅提拔啊，即係點樣用啊，點樣外借，其實一定係會有一套嘅，即係喺曼聯以上嘅想法噶啦。咁啊，估計佢嚟到一係就會擺佢喺副總監啦，或者就將 Dan Ashworth 咧就擺喺體育總監，然後佢咧就叫足球總監，係嘛？咁就可以有兩個人一上一下。雖然就其實喺曼聯嚟講咧，體育總監係多餘嘅，因為我哋其實淨係得足球啫，我哋冇其他體育噶嘛。咁但係即係都係安個名俾佢啦，咁但係就其實唔係淨係話一個人咧就解決到噶嘛，即係成個體系咧其實係理應要有咁多人嘅。咁嗱，呢單嘢雖然都喺修咸頓又係去咗一年就掘佢啦，係嘛？咁但係始終咧，我覺得修咸頓就唔係曼聯嘅直接對手啦，係嘛？即係唔係競爭對手，而且都唔同級，係嘛？即係今年喺英冠。咁佢 scout 嘅人咧，曼聯係唔會有興趣㗎，係咪？即係你揾英冠嘅人就個級數唔同，咁所以其實修咸頓咧就應該唔會話有太大嘅反感嘅，即係當然佢都唔想㗎啦，係咪？即係佢想留人才啦。咁但係細球會比大球會搶，唔係同級咁樣搶咧，呢個就冇辦法避免嘅，只需要你俾足夠嘅報酬咧。我相信修咸頓就唔會太介懷話即刻會去曼聯上任，呢個即係可能兩三個月少少啦，係咪？即係象徵式就得㗎啦。咁啊，所以就問題不大，即係呢一個人選咧，我就覺得係幾好嘅，即係快啲係嘛？即係點樣快呢就要炒咗佢 top 先啦。嗱，即係終於有少少消息咧，就係話佢將會快，即係就快會離職啦嚇。即係等咗好耐啦，我哋一直都係好想佢快啲走。就係冇咁，但最近就有少少嘅風聲啦，咁但係我相信都冇得避免嘅。就算佢唔走咧，佢都只會係一個閒人，係嘛？就擺你喺度咯。咁但係你足球總監啊嘛，上面就會有個體育總監啦，或者資深足球總監啦，或者首席足球總監啦，你都會係一個冇用嘅職位嚟嘅，係嘛？咁啊，我係佢嘅知難而退啦，係嘛？即係喺度有咩意思咧？係咪？即係自己咁難睇又冇嘢做係嘛？咁啊。未來兩個月將會是關鍵的啦，即係每一日其實都很重要，係嘛？早得一日得一日，係嘛？早一日有多一個人幫手，就是多一個人可能找到一個新的球員，好的球員，係咪？咁啊，希望可以發展順利啦。咁但係我對呢一班 Ineos 嘅管理層咧，相當之有信心嘅，真係個動作快到不得了，係嘛？即係好明顯睇得到咧，真係有個全盤計劃係已經諗咗度咗好耐，喺嚟之前已經有曬噶啦，咁所以先可以行動咁快嘅。咁啊，跟住講少少曼聯嘅傷兵嘅情況啦。咁啊，其實最令人關心就係蘇爾噶啦。嗱，即係呢一個咧，聽刻就已經證實咗啦，佢真係有啲輕傷嘅。咁啊，未知佢復唔復出到，咁佢就話需要一啲嘅即係當日臨時嘅一啲體測咧，先可以再定啦。即係暫時嚟講咧。應該仲係有啲痛咁啦，或者佢冇講得太詳細咁，但係咧佢講得係 doubt 咧，都係仲係有啲事啦，唔係完全話康復得到嘅。咁啊，最衰就馬拉西亞咧，本身就話佢得啦，係咪？即係你放走阿列基朗，其實就係 expect 佢可以翻到嚟嘅，因為本身就係話佢一二月就應該得噶啦。咁但係而家就話又有啲嘅 setbacks 啦，咁即係仲需要多幾週，即係復嚟復去都復唔到，即係有啲嘅反彈啊咁樣啦。咁啊，計佢就應該冇噶啦，因為蘇爾應該出早過佢添嘅，咁所以就馬拉西亞並不能夠指望噶啦。最衰就雲比沙加又未得啦，即係呢一個咧。其實佢都好耐冇出過啦，即係中間可能出咗一場半場，跟住又傷。如果唔計嗰場咧，其實佢都成兩個零月咧係幾乎冇踢過啦。即係呢個情況本身大家都唔知道發生咩事嘅。聽刻話佢又喺訓練受咗傷啊，即係我哋唔知嘅啫。一直佢都係話佢唔喺度，亦都冇乜記者問啦。即係始終呢個唔係焦點球員啦。咁啊，跟住而家話又需要幾週嘅時間先復出到。咁所以你連推阿達洛打左閘咧？你都冇辦法嘅，因為雲比沙加唔喺度，我哋連右閘其實都係冇人，係嘛？咁所以你要有心理準備咧，左閘又要用替工啦，唔知道用幾耐，因為蘇爾就算出得咧，我自己覺得你呢一啲嘅 doubt 咧，其實只不過你 check 唔到有咩事啫，其實蘇爾係肯定係有啲事，係嘛？你太早要佢復出咧，其實再次復發又有唔舒服嘅機會咧，係會好大嘅。即係其實蘇爾今年個身體唔係幾好，或者你見到佢都幾次咧係傷出噶啦。咁所以就算今場見到佢咧，我都唔預計佢之後可以一直係全勤唔會有事啊。咁所以就大家有心理準備咧，
左閘不知道又會用邊個，可能是阿姆拉伯，可能連尼洛夫，甚至可能會用青年軍，是會是有個這樣的情況。還有一個令人失望的地方，或者一位仁兄，就是孟治，這個真的我不知道他搞什麼鬼，本身就說要他一月復出的，是吧，到現在都未見，二月都過了一半了，是吧，最新坦克就說呢他還未回到大隊操練，即這個他都不敢說還要多久，他都是模糊說 several weeks 這樣，一月就變二月，二月現在你 several weeks 即是三月啦，三月的時候是不是又真的見得回他呢，是吧，即我都不知道他傷什麼，即是狀態問題還是什麼，還是真的很難說，之前見到的照片就在 gym room 做即是踩單車啊舉重啊那些，但是、真的不知道可以怎樣，即這個七號球員呢是不是最近這幾年十年七號波衫就是一個詛咒呢，是即是他以前不是這樣，即是他在車路士傷都是一個明確的受傷，傷完就好了，是吧，現在在曼聯呢是什麼事我們都不知道，即是這個七號球員真的非常非常令人失望，是吧，即是希望他快點好回、事實上又不是很需要他回來的，即是現在的中場他回來未必有位，但是一年咁就過咗啦，係咪？即係下年，唉，都唔知會點，係咪？即係個狀態可能又差咗啦。咁另外兩位就馬天尼斯同埋 Marcel 咧，就冇咩新嘅消息。咁但係冇消息就係好嘅消息啦，係咪？即係起碼就唔會有新嘅傷病先。預計兩個都係三月中左右會復出得到啦。咁所以到時咧就睇個賽程點啦，即係會再多兩個球員幫到手啊。咁最後就講講勞頓啦，即係簡單少少。呢隊波咧就大家千祈唔好低估，因為呢兩個月咧。其實枕住去睇住勞頓有大嘅進步嘅，即係呢隊波由開季已經係留意佢噶啦，因為佢好得意啦，個球場唔夠大係嘛，即係大家好想睇下呢個咁細嘅一隊球隊咧打英超會打成點，係咪又想睇下啲球場嘅角度射落去個鏡頭係咪好難睇，咁所以有睇枕住都會留意一下，你睇到佢近兩個月咧係唔同咗嘅，之前咧佢哋上到嚟有啲嘅。我覺得是有啲拘緊咁，係咪？即係知道自己隊波啲球員質素唔夠啦，咁啊想防守，咁但係縮縮下咧，佢都係輸，係嘛？咁最後可能即係呢兩個月佢哋豁出去啦，係嘛？即係反正本身都已經包底咁滯噶啦，咁啊豁出去咧又有好成績喎，即係攻出去打得主動啲、大膽啲，結果係曾經4-0贏白禮頓啦，4-4和紐卡素啦，3-4爭少少逼死阿仙奴啦。1-2輸俾曼城，亦都贏過紐卡素一次，仲有一場咧1-1和利物浦，亦都係搞到佢哋非常狼狽嘅。咁所以呢隊波特別對住強隊咧，佢哋係有計嘅，即係因為佢哋冇乜包袱。我相信佢哋個教練同佢哋講咧，嗱我哋都打成咁啦，係嘛？即係降班冇人會怪你哋嘅，咁不如就攻出去啦，打得精精彩彩，俾啲球迷有好交代，係嘛？冇包袱嘅情況下咧。往往發揮真係會高一截嘅，咁啊你睇到佢哋而家個情況咧，真係唔同咗。咁反而咧上場波對住石飛聯咧，佢哋係咪就反而對住啲同級嘅對手咧，又拘緊啲，或者變咗收閒？石飛聯會對佢哋係嚴陣以待，要佢哋主攻，係咪變咗佢哋做即係高嗰隊咧？佢唔識踢，係嘛？咁啊輸咗俾石飛聯。咁但係呢場波我唔認為會對佢哋有咩嘅影響，係嘛？呢場又對翻一隊比較強球隊咧。我預計他哋都會係打法相當進取積極㗎啦，即係其實更加似3-4-3，並不是一個5-2-3嚟嘅。咁啊，雖然都係防反嘅，即係佢哋5-2-3-4、3-4-3都好啦，佢哋都係會守，但係守轉攻嗰下咧，我覺得佢哋真係好出色嘅，即係一齊衝上去，邊個衝邊個位，而且個人數係相當之多，所以如果你喺中場一斷波，一俾人 turnover 咧。你會 expect 有5-6勞頓球員會一起向前衝，咁你頂唔頂得住咧？係咪曼聯最中意就係後邊唔夠人，係嘛？只要中場 delay 得唔好咧，佢哋就有辦法入到你波，而且進攻能力其實真係唔弱嘅，即係入波其實已經多過曼聯㗎啦。佢係防守差嘅啫，咁所以咧，我 expect 佢哋會擺4-3-4-3啦。咁啊，著咗燈呢四位球員，我認為佢哋陣中比較好嘅球員啦，即係阿迪巴約啦。身高手長，同以前嗰位阿迪巴約雖然唔係同一個人，但係都係1.9米嘅，即係長手長腳跑得撞得嗰種，亦都入波唔差㗎，即係個把握能力。咁另一位 Morris 咧就都係中鋒嚟嘅，大大件，非常勤力。這個球員好似跑極都唔斷氣嘅，撞嚟撞去入波助攻乜嘢都有啲。咁啊，仲有巴克利，即係我喺會員 group 成日都講，我認為呢個球員今年咧。是翻曬山嘅，每一場波我睇佢打勞頓咧，佢係類似一個拖後6號角色啦，
好有卡士，即係大過咗成熟咗啦，啲波路越嚟越有味道。好好嘅呢個球員，即係今年佢踢翻個水準，我自己覺得仲好過佢以前添，即係而家打緊拖後嘅角色啦。咁啊，仲有奧賓尼啦，即係呢位球員打右翼位，其實佢本身係一個前鋒嘅，你見到佢係攻強嘅手好多，所以其實佢係打緊一個雙翼㗎，即係右邊奧賓尼，左邊杜亞迪咧，其實都唔差進攻能力。攻的時候相當好，仲有一個神奇的後備唐新啦，即係呢個老將啦，成日出嚟啦，咁啊仲有中泰熙啦，即係呢個中泰熙大家都知道，即係曼聯嘅青訓產品，又係衝得撞得，咁所以其實你如果俾佢打起咧，佢係可以乜嘢都做到。咁曼聯呢邊嘅陣容咧，我自己即係其他嗰十個唔使諗噶，左閘咧我可能會揀翻阿姆拉拔，即係呢場波係需要穩定啲，即係穩陣少少。如果擺個茂茂然嘅生，即係生手，即係小朋友。未必頂得住勞頓咯，即係可能佢衝擊之下咧，可能會散。咁其他十個咧就一定係呢十個啦，唔需要再考慮噶啦。咁啊，我自己預計可能會大手交易啊，即係比數比較大啲啦。咁但係曼聯一定要爭三分啊！我唔理你3-2、4-2、4-3都好，呢場一定要同佢死過，一定要攞三分，跟住就可以爭第五名啦，係嘛？咁啊，下季就會完全唔同啦。咁啊，希望順順利利啦。記得幫我撳 like 訂閱同埋即係做我哋嘅會員啊，好嘛？下次再見，拜拜。